吃了，一只白狗。这个门打开了，我来看看。那个黄豆来喂它了是吧？啊？这后面没人住，这是个荒废的院子。小狐狸人呢？没事。看见那个白狐叫鸿运当头，不要怕。后面你看种些蔬菜，废弃的，因为我们后面这是个大衣山，应该是山上的，我感觉。这白狐不应该是在高山雪原上的吗？我听说。喂它了，喂它吃火腿肠呢，不知道呀，它吃不着。喂它吃火腿肠。他看我啊，好可爱啊，还在爬你们呢。喂他吃一点。不知道啊？吃吗？暂时还没吃。你还流水啊？啊？我们离远点吧，不然他害怕不敢吃。啊，给他吃饭，走。太饿了他，但是进屋里面就找东西的，找东西吃的。小姨妹，你要把这家门口备点吃的，他要来吃就给他自己吃，他。你去买点肉啊！瘦肉。走。好可爱啊！我又害怕它，我又喜欢它。你又害怕它，又喜欢它。它来了，好可爱哦，它。啊！这些好可爱的，你看。我看到了的，看到了。你看啊！我尾巴好大。你干嘛？弄水给他喝吗？哦，我家有排骨汤，你要买。啊。我家有排骨。你把水放在这，他不然怕我们不敢来。小白，小白太痛了。来，这过来。喝水，给他吃。嗯。等他走了。这，给他来来碗吧。他自己走就给他走，走。反正在我们这边没有敢伤害他，没事。嗯。
啊，你以后每天来就喂一点，每天来喂一点啊。这厨房里头过了许多晚上这种。排骨少的了没？怎么了？他吃剩的吗？我把排骨热了一下，我想给他吃的。家里有排骨吗？不用。生肉的也可以，拿个就给他吃吧，不用热。直接放在冰箱就可以吃了。好、嗯哦，家里还有排骨，他刚才就在屋里面到处找吃。热一下，我不懂换没换，换了能吃吗？应该没事吧？他现在都没有吃的。还躲得好，屋子那里，端给他去。你这本来就是煮的熟的，就是冷的呗。我怕它坏掉了，这个肉。怎么冷的？这么冷的天怎么可能化掉？端给他去，倒到盆里面。火腿肠不怎么吃。又来了，到这里了。给你吃肉，你不要跟他说话，换盆里就好了。就扔在地上。小白，小白，扔完就扔掉，给他吃，不要跟他说话。你排骨扔地上，吃不吃？那些水，哎，吃不吃？吃了，哎，吃排骨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吃排骨。你过来，你过来给他吃。你走吧，走吧，给他吃吧，行吗？小妹妹，走吧，给他吃。嗯，吃就好。他饿了。这个汤咋？嗯，真好。有吃的了，喜欢吃肉。嗯，不要跟人家讲，不要跟任何人讲我家有小白狐，我怕人家会来抓他。不是，小妹妹，他要不走的话，你每次弄点肉放后面给他吃就行了。这都生肉吗？尽量煮熟的吧。煮一下也行。嗯，你不要碰他哦。不知道。